道的跑者们共同来参与这样非常不一样的起跑祈福活动哦。主办单位的王理事长，以及所有的这个工作同仁，我们在地的耆老李武达先生也是老乡长啊，再来就是我们在地的代表是哪下？也是这里的也是村民也是代表啊，各位选手大家走走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同乡英氏部落。参加这一次的2015挑战，七兰北横的啊，这个录音跑赛啊，那希望呢这次的这个成绩非常的好，那这一次跑出幸福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讲太多，大家一起热身啊，一起来努力，希望呢这次的活动非常的顺利圆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王会长、乡长，还有我们罗主席，今天到这里来，非常的荣幸之外，我喊一个话：伟大的运动员跟勇敢的运动员是今天产生的。对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我也是运动员，那么这一次到我们这边马道公园的这个一路上要到此端，确实非常美丽的环境，所以希望大家全国赛也好，什么赛事也好，希望能够到跟乡长接触一下，那未来办的时候更好更强的一个六百的运动。还有我们的村长，我们代表啊，我们代表还有主席，全部他们对运动啊非常的兴趣，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到我们英氏来这个地方能够愉快，能够健康，能够顺利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龙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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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，欢迎，谢谢。好，在14、13、12、11、19、8。他妈说天天大哥来了，加油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换的衣服了？昨天他们给我的啊。公路啊，2公里半，那边是七兰。我就那一段啊，他说那一段挺凉的，对啊，挺凉的，会冷哦。哎，他冒了险吧？哎，丁大哥，一的赞助者啊，是可以先走。昨天来了啊，特别有精神哦。昨天还去吃早餐呢。哎呦，好。哎，那个进来。天天开心。谢谢。叶明啊嘞。啊，那个我冇挂叶。最近有没有化妆？哈哈哈！哟，谢。半马折返喽。10公里哦，1小时39分。车子来了，先过一下。
有没有咖啡？我喝一小口。按码了，哎，一小时39分，10公里。来，有啊！你看这个帮我拍一个。哎，好 ，OK。来，没事，来来。来啦！看人家，我估计都准备好了。折返点喽！名池游乐区。折返点。好，慢点，信物记得要拿哦。好，信物在哪里？在前面那边。好，那边。好。名池游乐区哦。停神录影哦。只要裤子有稍微掉下去，就看得看见了。哎，陈鹏看到了啊、哦。好，谢谢啊、哦，李进福。李进福来，周明兄来，假装喝啊，好 ，OK， 31，还有11公里哦，4小时47分，80，5小时05分，还有1小时25分，面包。好，最后3公里了，2公里半，5小时44分，5小时44分哦，5小时44分够了吧？应该完了吧？5小时48分，最后2公里，还有42分钟。5小时50分，好热哦！最后1公里还有西瓜可以吃，你看。来，哎，赵高板的叫五毛哦。没有，叫什么？多少伯伯哦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真的。100以后才吃得到。哦，这样，每一个都漂亮了。好，好，都有了，都有了。谢谢。最后1公里了，6小时整。哦，后面那么多人，哇，太硬了，太难跑了。刚吃完西瓜，太棒了。好，来跑。银市到了，这里是银市桥，剩下最后几百公尺了。到了。到了。好好到了。到了，我还不知道嘞，哪里？前面去了。啊？不要转弯了。好，英式国小在那边到了，6小时05分。小姐，他们还在玩，他们还在玩。加油加油啊！没问，没问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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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谢谢，恭喜，6小时08分，耶，赶快踏，赶快踏。